复仇之刃。在无畏契约马德里大师赛上 TH 对阵 Paper Rex 中，防守的 PR 叉队员 Forsaken 手持判官接下两人，奈何子弹不够， TH 的 BO 选手抓住这个时间点，一刀直接把 Forsaken 劈了。 Among Yet 看到战机板上队友被刀了，近点先收掉一个，想都不想直接一个跳劈，你有枪不用，偏用刀来羞辱我的队友，我也要用刀还以颜色。知道对面没有，这边也要拿刀，你太过分了，你也无奈对方反应太快，两喷带走啊，教练当场红纹砸桌子，连发古城被 TH拿下。结束阶段 TH 的教练还向 PR 叉挑衅怒吼，现在比分来到了1-1，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还有第三个图可以打。来到了霓虹亭，明显能感觉到 PRX 今天格外认真，但是上半回合依然不敌 TH。 就在大家认为 PRX 要如此止步不前时， Forsaken 站出来了，一个四杀直接把致命节奏叠起来。好，这个爆裂器还没有成功安置，打闪拉出来， Forsaken 他要扛住四个头部命中。PRX 从两分开始逆袭，连续狂杀，一路追到12分拿到赛点，而这个期间对方只打赢了1分，可能进这么快。对，然后后面像 Mindfreak 以及这边的盲野打数位，清了二楼的点之后，等他再来到点内，点内还没清干净，点内再清干净烟已经消散了，所以就没有时间再下这个二楼爆能器。我觉得 Heretix 他们去包点真没必要去五个，你 A 点外坡这个位置，我 Saken 和 Something 你帮我我帮你，装在玩焰火，知道你要捡包，在跳下去一瞬间跑都来不及跑。对，还是叫了个暂停，确实得让 PaperX 这边稍微冷静一下。 PaperX 的打法就很简单，我一个人拉出来跟你对枪，然后等我手感起来之后，我打了第一个我就还要打第二个。气势如虹，这种小的配合在他打完第一个之后有闪，最后的菜点 Something 解封三杀，他是有助风的，打一个玩焰火没了，再出来有的机会，再抽一人驾驭自己的巨人 Forsaken， 玩焰火炸掉一个。马上要结束比赛之时，刚刚的一刀之仇就这么算了吗？现在拉过来，这一盆小刀，这刀又空了，难道无法报仇了吗？又连的刀了 ，PaperX 13-7，鏖战到13，还是大比分2-1。你要想，这可是世界级的比赛啊，他都敢放弃大枪掏刀硬砍， PRX 不愧是兄弟无畏，价值10,000刀的庆祝手势。还是刚刚那局啊，就在 PRX 拿下整局比赛后， Something 对对方做出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被罚款10,000美元，这也被大家戏称为价值10,000刀的庆祝手势。网友看到后并没有过度苛责，只是对被扣10,000块感到心疼。 Something 自己也发文道歉，说确实是因为在 TH 的来回互动中情绪失控，这并不是他真实的自己，为他当时的行为表示抱歉。PRX 日常控温教练，从刚刚那个刀人复仇的片段里不难看出， PRX 教练 Alex 是非常容易红温的，甚至之前还把电脑拍坏了。情绪本来就容易激动，还遇上了这么几个爱整活的队友，简直要把教练憋出高血压。因为长相酷似何润东，所以大家经常称这个教练为何润东。在打 LOL 的时候，前期掉了4个人，只剩下 MF 的蝰蛇独自守包，注定必败的残局，他却奇迹般的以一敌四拿下本回合，当场表演给教练控制，成功的把整个包点覆盖了下来。又看到了相同的位置，那现在 Mindfreak 要面对4个人的脚，打了2个，现在是个1-2，还要一拆一架，10发子弹，稍显大意的LOL会给对方机会吗？看到对方没有拆，再低包6发子弹换弹，再假低，还是在架的，手里的枪并不是很好。先看拆包的人，他拆开了 Mindfreak 1-4成功了。Mindfreak 以1-4成功帮 Mindfreak 拿下关键局。Mindfreak 给到他机会，他真的能把握住，而且相较于昨天，他今天的发挥，这手都伸进来准备砸桌子了，开始鼓掌。不止这一回啊，每次 PRX 整活或者是输掉了本应该稳赢的对局，比起选手，大家更期待教练的反应。还是稍显大意了，被 Mindfreak 在这个石头上面偷了2个。对，不过要补充的是啊， Alex 平时只压力自己和桌子，和队友交流时还是心平气和的。哪儿来的人？在马德里大师赛上 KC 对阵 PRX 员工重镇第三回合上， PRX 非常流畅的一波流强点直接三杀，把 A 点控制住下包，直接打提速就可以了，点内覆盖技能直接给出来了。那现在惊喜翻腾，看一下封刺近距离爆发，蒙耶特直接收掉了 Tomasi， 而且在高箱处直接落地，利用鬼魅马格南也倒地。小地图里看啊， Something 进来就把小黑屋完全清点了，那井家又被队友看住，等 Y 看这就稳了，又开始整活了。那这还没打就回防，而且是一个2-5，
可以保枪了。对，又只能保了。哎哎，想吓一吓 something。什么意思？这 something 还真被他吓到了，你知道吗？回头了。我觉得 something 心里面想的就是小黑屋有我兄弟在啊，你是怎么来的？哎，一看哦，原来是你啊，我的兄弟。something 这绝对是被吓到了。像没有玩过瓦的朋友，解释这一幕。这个片段在国内外都非常出圈，即使你没玩过瓦也可能看过，而主角又是 Paper Rex。 我就不解说了，留着弹幕和评论区大神发挥。召唤追猎是零进点的，所以他是给了一个燃烧榴弹，但是这样一给的话，这个视野就可以直接打一波。这个站位是不是有点密集啊？暴雪直接引发，晚一会儿如果往二楼丢就完了。哎，直接一套组合技就可以摸打掉对手，但是自己也被镜给轰掉，有人在向后。 Ethan他的这个位置已经被锁定了，但是 BOSS 要打掉这个 BOSS， 而且 Ethan 又把金给打掉，再次定位天机光束找人，右边有一个打败打掉 BOSS， 现在人数变成了一个二打三，但是我们看到打败的位置被锁定，他手撕了明狙。但现在恋爱契约 VCT 太平洋赛区季后赛 PRX 对阵 DRX 的图二中，眼看已经稳稳守下这局的最后几秒， Forsaken 跳下来跟镜一起画爱心。然后呢，你光是又打爱心，不打爱心这两兄弟不沾美于前太多，最后时刻还把心给分开了，俩大老爷们还发上糖了，整活出场。每个选手都有自己帅气的出场，但如果你的对手是 PRX， 你只会当背景板。Good self. Kind of the full protective gear. I want him to play with that the whole series. Spray it down. Kills me. That's absolutely kills me. He's behind him, just getting the stuff up. Trying to get him out. Wait, what? What the hell is going? What is this? What is he brushing his teeth? Oh my god, you're... 有实力爱整活，每个队员都有鲜明的个性，只要有 PRX 比赛我都会感觉到极其放松，我会觉得看这场比赛无论输赢都会给我一些惊喜，有中国队伍我会支持中国队伍啊！如果没有中国队伍的时候， PRX 就是我的主队。当然这只是他们魅力中的一小部分，最惊喜的永远是他们下一场比赛。 OK， 这里是除了赢什么都会的千之哥，制作影片不易啊，记得为我点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对手都是非常的强，他们第一轮面对到三天